姐姐觉得妈很丢脸吗？干嘛假装不认识？你说这事，宝莉做的，你再做一次试试看。你做了我要做的事情，让我很不舒服。一样都是你的孩子，为什么你就只听姐的话？如果你要阻挡敏静的路，我不再需要你了。我一定会赢得韩福甄选，让夫人的名字出现在电影节上。韩福甄选，我一定要参加这个，老师。 明明就是大媳妇的手艺，明明还活着，却从来不联络。大嫂，她现在就在这里吗？能不躲到死为止？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华丽的对决。